天氣越來越凍，很多女士都會有手腳冰冷的情況的，咁我哋咧可以系食一啲嘢食啦，去暖身。咁今次咧，我哋为女士咧系介绍一个生姜炒牛肉嘅食谱。咁其实生姜嚟讲咧有姜辣素啦，咁可以促进到我哋嘅血液循环噶，咁令到我哋身体暖啲。咁而另外牛肉嘅话有丰富嘅铁质，咁铁质咧就系构成血红素嘅主要元素啦。血红素咧就会携带住我哋嘅氧气，咁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环亦都会增长一啲啦，咁亦都可以咧维持翻我哋体内嗰个温度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将啲牛肉、生姜切丝，加绍兴酒、糖、生抽、生粉去腌呢啲牛肉丝，大概15分钟。然后咧，我哋爆香啲小辣椒粒同埋蒜片嘅，再加埋牛肉落去咧，炒至佢熟啦。咁然后我哋就可以备用啦。加翻少少油落去锅度啦，然后加啲生姜丝落去，咁炒到咧啲姜丝软为止，然后就倒翻啲牛肉落去，加啲盐调味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啦。